赖神台南市长赖清德为了表达不满台南市议长李全教涉及贿选案，他坚持呢不到议会，这让呢内政部长陈威仁说呢是违反地方制度法。不过赖清德呢还反问陈威仁，怎么地方呢会充满黑金，还要内政部给社会一个交代。赖清德拒绝出席议会，话题持续延烧。内政部长陈威仁说此举已经违反地制法。如果他是正式开会，而他没有依照法令规定啊来到议会啊这个做啊报告，还有就啊在质询的时候应询，那他是违反地制法的规定。那我也希望内政部部长能够重视，何以地方的政治充满了黑金，连正副议长的选举都是如此。我们也希望内政部部长应该给社会一个交代。如果有需要承担的部分，我们也希望陈部长能够承担。赖清德表示要和黑金划清界限，反倒要陈威仁给社会一个交代。话锋一转，赖清德再度将矛头锁定朱立伦，口气越说越激动。今天他要即将接任国民党的党主席，到台南来任意批判司法，认为司法起诉李全教是因为被特定人所利用，同时跟李全教一个被提起当选无效之诉的人拥抱高唱你是我的兄弟，这个社会有几个可以接受呢？朝野政党可以竞争，但是真的不要斗争，尤其是用抹黑式的语言对人攻击的话，我觉得这是很不恰当的。台湾不缺这样子的一个抹黑了。朱立伦不随之起舞，但赖清德火力全开，左批李全教，右打朱立伦，接连几天动作频频，蓝绿2016明日之星的战争似乎提前开打。 UDN TV 综合报道。